这个排龙汤，大家看，甘草二，桔梗三，好，这个生姜一，大枣，这个就是桔梗甘草汤，我们是用在肺化脓的时候，桔梗最重要含饮。所以说，第一个当然很自然的想到是肺脓，还有呢，喉癌，喉头里面生东西，好，这个化脓排出来，好，第三个，舌癌，舌头里面呢癌症化脓了，烂掉透出来，好，也是化脓了，也是用，好这个，好，桔梗甘草这个处方，做基础方，做基础方。你如果说这个人有舌癌，我们知道这个上焦都痰比较多嘛，哈，我们用桔梗甘草汤。那胃口不好，你可以加一些开脾胃的药，然后大便不顺，你可以开一些大便的药。